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又见面啦，又见到阿萧公子，今日加强咗，好加强嘅阵容。喺呢个环节，反而我少出啦，出现系真嘅，如是我闻，系咪？因为的而且确讲呢啲咁嘅，即系宗教也好，灵异也好，我唔系专家，我老实，唔系吹水嘅，啱嘅，啱嘅，我吹水嘅啫。唔系今次咧，我同阿杨生咧之前，嗱呢两个专家啦，我唔系专家，有兴趣研究。OK， 咁啊，上次咧我哋已经讲过一个咧个话题，就话题咧就系呢个方舟嘅诺亚方舟，圣经里边所讲嘅诺亚方舟系嘛？我嗰个论点咧得个啫。原来咧近呢百年咧发现咗喺以前啊呢个亚述嘅围城里边咧，就有啲地下咧有啲。泥做的板块里面呢就是记录了一些历史或者神话。这些神话或者历史呢就经过专家的翻译就将它呢变为 现代语。这里面呢就发现了呢有一些故事是很惊人的。这个呢叫 George Smith。这个老友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里做他是古语文专家他的发现是什么呢在泥板上发现了呢有很多个故事有一个故事里面就是讲完全跟旧约圣经挪亚方舟一样的故事的内容就是说呢这个历史的记录呢无论是神话也好事实也好是早过旧约的早过旧约方舟1500到1000年1000年 OK 这个呢是使到全世界很轰动的但是早过圣经的记载早过圣经的旧约成书何解呢那些人很轰动之余呢就有假设因为呢他们的祖先呢阿伯拉罕呢就在 Ura 城呢就一路迁移一路迁移呢就沿着一个呢叫做金新月这个这样的行程呢就一路去到现在的巴勒斯坦那么先定居下来了在中间这个途中呢吸收了很多不同种族的文化或者他们的神那因为这个是阿伯拉罕呢就是这个犹太人来的嘛他们的宗教是一神教来的嘛所以呢他在他里面吸收了之后呢其他的神呢都会变成呢他里面的坏的神还有呢就在这里里面吸收到的文化或者是传说故事很多都据为己有了就由他转化的就不要说收集不要收集转化咁所以呢以前冇呢个咁样样嘅泥板发现之前呢就大家当呢个旧约圣经呢个故事就旧约圣经嘅故事啦但而家呢啲人开始怀疑啦边个早呢咁即係仲有早呢个版本早版本就电影劇本咁原来仲有人拍过咁係之前有呢个挪亚方舟唔係呢个名啊唔係呢个名个人都唔係呢个名故事情节一样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完全一样 ok 咁而家问题呢我成日讲緊呢个影音视团如果影音视团是真的发现到一只挪亚方舟他们说的在阿尔纳山 发现到一只这样的遗物有木的木建筑的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你怎样证明是挪亚的方舟不是以前亚述人讲的故事的方舟呢因为现在拿出来的木呢拿了出来碳十四化验呢是个个不同的。这个呢很多已经证实了呢这个碳十四这个科学的证明。个年份鉴定。年份不啱原从圣经技术的年份不啱近很多。就算是那些木。那些木怎样样证明到是那时候是挪亚 的木呢定是现在亚述人讲的这些神话里面那个那个一样是滅世洪水的方舟呢为什么不是亚述人的方舟
咁呢啲係我最大問題。嗱、啊，你點睇呢單嘢啊？嗱，先簡介翻啦，即係所謂泥板咧，就係、是、呢、這個誒呢個中東，即係而家伊拉克附近嗰度，新月沃土嗰度啊 ，Fertile Crescent， 阿述人係其中一支嚟嘅。係啊，仲有蘇麥爾啊，仲有呢、這個蘇美爾誒阿加德。冇錯啦，即係嗰好嗱，嗰當時冇紙張呢樣嘢嘅，亦都唔似中國人用竹簡去記事，咁佢將啲誒黏土咧，即係我而家燒嗰啲陶瓷啊，呢啲啊啲咁黏土咧，就喺上面用啲誒蘆葦乾咧，就寫咗啲字，壓落去啫，壓落去嘅，壓落去點點點點壓落去嘅啫，然後成塊板咧就燒咗佢，即係好似而家我哋燒呢啲瓷器啊陶器一樣，咁就點解咧就唔會話風化或者係好似紙咁啊，即係殘咗啊燒化咗，咁所以啲泥板咧就真係好原始嘅文。字記載，咁啊，次官所講嘅咧就係、是、啦，就係、是、發考古發掘出嚟嘅，冇得假啊！呢樣嘢係咪 check 曬出嚟？同埋個時間一定係喺嗰個年代，冇錯，係喺嗰個遺址裏發現出嚟嗰啲。啊，如果冇記錯，那個古仔一個故事主人公叫 Gilgamesh 嘅，係啊。咁當然呢樣嘢 ，Gilgamesh 就係當時嘅一個傳説中嘅王啊。啊，冇錯，一個英雄，一個英雄，即係洪水年代一個英雄嚇、而當中洪水環節啊、救世嘅環節啦，其實嗰啲細節就真係好似阿次官話齋，就好。好似呢個舊約聖經裏面所講挪亞方舟嗰個故仔嘅，咁啊，但係有一樣嘢就煩啦。咁呢樣嘢點解會同呢、這個啊阿拉列啊而家講乜啫糾纏埋一齊咧？而且舊約聖經裏面係真係抄嚟唔係抄嚟咁啊？阿楊又可以啊表達意見啦。即係我哋就唔好講話舊約聖經係抄定唔係抄先。啱頭先次官提過嗰、那個啊，即係影音視團嗰個方舟，就關鍵係在於佢。到底用乜嘢方法去證明嗰節係唔係？係唔係嗰個木嘅建築啊？到底係咪船先？就算係船，佢係乜嘢年代嘅船？就算真係屬於幾千年前洪水時期嘅船嘅木製船。是不是就真的挪亚做的那一只呢、嗯、因为当时阿拉列的、那個、事件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又是不是影音视频之前已经有人传了这件事了。早了就是因为传说中挪亚那只艇呢搁浅了嘛最后就登陆陆地。而陆地其实就变成现在的高山因为它水退了嘛。即是它登陆了之后然后水退了就留在山上。阿拉列山那里呢在土耳其啊在土耳其在土耳其。4000米以上雪山来的现在是。但是呢呢、這個咁樣樣亞歷山咧，本身都係山嚟嗰陣時，即係話咧，聖經都講或者嗰、那個以前嗰、那個神話都係講嗰只方舟係停留咗喺山上高，都係停留山上，但係咧停留咗之後冇詳細記錄，係咪呢個船或者方舟係咪截開咗兩邊咧？而家咧好似話啲人係覺得。切開兩邊，同埋咧好早之前咧有蘇聯嘅嗰陣時係沙皇啊，沙皇時期嘅軍隊咧可能去過，同埋咧佢亦有一啲咧空中嘅鏡頭，我哋睇喺 YouTube 睇到嘅，咁啊你睇到咧，以為嗰度係只方舟一隻船嘅形狀，後來都上揾人上去睇過考實過。那個只是一個地形的形狀，並不是一隻船來的。你這個說呢，我覺得就它最先原來的東西呢，其實是在1974年就美國的人造衛星就拍到阿拉納山那裡有一個有好像有個疑似即是船的一個形狀在那裡、人家再看回聖經當時洪水的時候大概是這個位置、即系圣经地理咁啊！由美国嗰度开始传，咁咧香港嘅教会咧，其实咧就好受美国嗰个福音派影响噶嘛。咁咧就80年代咧就开始有一啲书仔啊，即系大概半个钟头到，你可以睇晒成本噶，好薄好细本嘅。咁啊，有其中一本书我见过，就叫做《人造卫星发现方舟》，就响教会度广泛咁样发。即系美国福音教会传先，系啦，即系先由美国人做卫星，话怀疑啫，都唔系话呢只就系方舟，唔系。只不过唔敢 sure， 系因为佢哋即系考古啊呢啲学术嘅咧，一般有学术品格嘅学者唔会随便话呢只就系乜乜乜，你咪系未核实噶嘛，要核实有牌考古嘅核实系可能几十年噶要，系啦，咁咧佢哋咧就去到80年代咧就开始向香港嘅教会流传，但系都唔系传得咁劲，即系话诶方舟有机会真系发现咗啦，大家要信啊！呢、這个圣经真系真嘅，咁都未尝不可嘅。问题咧，去到咧
2004年嘅时候，佢影音使团就嚟啦。哦，系啦，就揾咗十零人连埋响度咧，就上咗呢个阿拉纳山，就揾特执啊，揾咗个山窿啊，揾咗个话嗰度咧天气好差噶，但系祈祷之后啊。终于嗰日天气好啊！哎呀，神迹！跟住咧就去到一个山窿嗰度，就疑似系方舟嘅位置。跟住翻嚟咧就将佢唔系考古系剪辑剪片啫，剪接加拍咗特辑啊嘛。做剪接就2005年嘅时候推出，就第一集嘅方舟咧就系话由香港啊、台湾啊或者其他华人社会嗰度咧就话，哎呀咁啊睇完啦。用嚟宣教咁啊，好多人因为睇完决志信主，好感动啦。嗯，系啦，呢个咧仲未成一个热潮。O、okay. K， 第二个热潮咧就系阿次官啱讲嗰个咧，系2011年嗰个，佢系喺2009年咧再揾班人上去，就话响发现咗个木结构嘅嘢。咁咧佢哋就话发现方舟啦，正啊，翻落嚟大家感谢主。有木结构，系啦，有木结构啊， okay. 正啊，系啊，系佢噶啦，跟住翻落嚟有嚿木就系佢啦。又是做了剪輯的功夫，就在2011年的时候推出一部片，就很轰动的啦，做了大宣传，人就叫什么《挪亚方舟经世启示二》，全香港和很多华人社会呢就震撼力就犀利过2005年，他们说哇真的很感恩啊，乜乜乜乜啊，咁样好多。好啦，结果那镬呢就阿次官都亲自参与其中啦，系啊，亲自哇，诶，哇，亲身经历阿次官，系啦，就系情况先嗰次，嗰次咧系讲到咧一个讲电影嘅节目，喺电台系咪啊？电台嚟嘅，咁咧就有一个特角，有个听众咧就打电话入，女听众嚟噶，我记得，咁咧佢认为咧，呢套片咧系好真实，同埋咧系，同埋咧佢认为咧，好感动。我咧最初咧我就话，我话正话用翻正话嘅讲法啦。究竟灭世大洪水，有冇呢件发生过咧？同埋咧，我哋知道咧呢、這个方士团曾经将三嚿木咧分类俾三个唔同嘅化验所做。而呢三个化验所都有两个咧系化验咗出嚟个报告系唔公布，点解咧？唔啱佢，唔啱佢個口味，唔啱佢嗰啲佢認為嘅事實。有一個咧就接近啦，於是佢用嗰、那個，就用咗接近嗰、那個。係啦，冇錯。啊，接近嗰、那個講嗰個碳十四啊，嗰個年紀大約係幾多啊？都唔係聖經所講，唔係嗰個年代。正经讲咧，正经嗰个年份咧，究竟有冇呢个年份系证实，都未成为一个咧实证。何解咧？因为咧十七世纪嘅时咧，有一个基督教啊，呢、這个咧系英国嘅一个主教。佢曾经咧就计咗条数，由上帝啊一路创造人开始。逐日计，慢慢计，计加埋咧，系大约系6000几年前。大约系主后咧嘅主前嘅4000年到。咁但系咧，由咁样计咧，计来咧就有一个好大嘅漏洞。个漏洞就系咧，同真正嘅科学嘅人类史啊，系完全唔争好远啦。点解咧？因为如果用这个人类学来看呢，人类很早以前已经出现了。是、啊、绝对是、啊。不是亚当夏娃他计的那条数据、因为我记得那个所谓用宗教角度看这件事的时候呢，就不是取巧的，是有少少真的他倒数的。为倒数呢？因为犹太人呢的辈分很清楚的嘛。是啊。即是哪个仔，哪个老爸，哪个爷爷呢？而聖經裏面如果冇記錯，一脈相承寫曬出嚟啦，有兩個族譜，兩個族譜啊，咁所以亞當嘅族譜，一個就係瑪利亞族譜。咁所以當時如果冇記錯嗰個數嘅方法咧，就係話，既然你已經知道而家呢個係乜水，數翻轉頭啦，咁根據聖經裏面嗰個字脈去上數，咁數咗係6000几，就係咁嚟嘅，如果冇記錯。冇錯啦。咁但係咧問題咧，呢個同真正嘅真正考古就唔同咗啦，而当时好似讲嘅就系挪亚嗰个方舟嗰样一个时间定点喺个所谓佢嘅历史洪流里边啦，大约就喺6000年到到现代东中间系4000零年上下嘅，冇错，即系创世之后大约2000零年，就发生所谓大洪水呢件事。发生大洪水又有一个好大嘅差异，
因为咧佢好多传教人咧都认为呢件系普世嘅，嗱普世意思咧即系全世界，全世界都有，系全世界都系。咁真系咧，呢个世界系好多地方都有洪水，洪水嘅传说，就唔系灭世洪水喎，所以系分开嘅。呢个洪水呢个咁样嘅观念咧，喺中东尤其咧显著。咁啲人咧，后尾咧卒之咧就揾到一个原因出嚟。就因为咧，原来黑海咧，而家我哋嗰个黑海。在东欧成日讲乌克兰嗰头啦，就系嗰头啦，冇错。同埋土耳其嘅出口咧，就一条海峡嚟嘅，波罗斯海峡，普罗斯海峡啊，波罗斯海峡。波罗斯海峡咧系分隔欧亚啦，系欧亚嘅，我去过。咁之前咧呢个海峡咧系封住咗黑海嘅，即系话咧喺世界喺呢个地质形成之前咧，呢个咧大家都有证据睇到咧，佢系一个湖嚟嘅，即系内陆湖，就冇个水出海口，即系等于我哋四川。四川呢，我即係而家女海咁嘅地方啦，唔係佢唔係淨係黑海，女海一個湖咧，係啦，黑海而家咧，而家係海，因為通海啊，通地中海啦，當年都係一個湖，咁咧大約七千年前到咧，就呢個湖咧個水慢慢高漲啦，咁啊卒之咧亦好似四川盆地咁樣咧，佢啲水咧沖出嚟，就沖咗去呢個海峽嗰度，就沖出一條咧。流水就去咗而家嘅地中海，咁你地质可以睇到嘅。但未冲之前咧，啲水系浸晒噶啦，所以咧中东嘅地方咧，好多睇到系俾水浸过嘅地方。咁但系呢个浸嘅地方有好多证据，唔系单单指系上帝制造个方舟嘅原因喎，即系你 prove 唔到噶嘛，嗰个只系信嘅啫，嗰系神话你可以信，但系咧实际上系一个地理嘅实际嘅，即系地质考古可以话系古岛，系应该系有一个嗰段时期嗰个范围，即系中东地带真一个大洪水，真咧系咪嗰段洪水浸过咧系，大家承认嘅，但系咧其他地方咧亦有好多试过。滅洪水嘅，嗱我哋唔叫滅世洪水，叫洪水為患過嘅。但系咧，唯一一個唔能夠證冇嘅咧，就係我哋漢族文化。漢族文化咧有水患，但個水患咧唔係海水嚟嘅，又唔係形成係黃河泛濫。黃河泛濫啦，嘅水患，所以又唔能夠。歸入呢個滅世大洪水裏面，唔同，因為嗰個就嗱有兩劑嘅，一劑咧就係講緊呢個皇帝戰蚩尤嗰陣時啦，即係懟冧咗嗰條天柱，咧就女娲嚟救世嗰鑊，咁變咗嗰度咧就其中一個所謂即係洪水為患嘅其中嘢，即係先民呢幾係有，第二就講下雨治水啦，就黃河泛濫嗰樣嘢。咁啊，唔同中东嗰只所谓滅世洪水个，唔系，佢黄河即系大禹治水嗰只咧，只系影响咗人嘅生计、生命财产啦，但未至于滅咗成个世代。但系阿次官讲紧嗰个即系女即系黑海引起嗰个系滅世啦，反滥式就似滅世啦。嗱，因为啲而且而家就算你睇翻地理咧，就系你嗰个中东有法拉底河，中意嗰条河水咧，就系北面土耳其啲雪山雪水融落嚟噶嘛。咁其实嗰个再向北行咧，就已经系黑海嘅位置嚟啦。冇错。咁即系话，如果系当年的而且确发生咗地理变化，黑海嗰度真系发生个大型嘅洪水泛滥的话，向相同嘅流向的话咧，佢都系冲落去呢一个中东有法拉底河，亦都新源沃土嗰个。地方嘅，你又知道咧嗰陣時嘅人咧嘅知識咧，譬如猶太人幾聰明都好，係冇可能咧知道咗有亞洲嗰方面或者印度呢方面嘅文化嘅，係唔通嘅。咁啊，去到秦咧就開始，所以咧中國人咧最初係叫千啊，唔係叫 China 噶，秦人嚟噶，係秦，唔係漢人嚟秦。呢個我哋有一集《勸戰中華》有詳細講到啊，歷史好清楚。千字點？咁仲有一個地方係好緊要嘅，又唔係普世嘅，呢個就係西藏。西藏從來冇一個傳說係講及。有一个洪水或者滅世洪水浸晒佢嘅地方，咁当然咧，
在他咁高地方，佢就世界屋脊啊嘛，但系咧，如果你跟圣经嗰个神话讲咧，就浸晒喎，浸晒，浸晒啊嘛，所有比地面最高嘅地方都浸晒，浸晒，浸晒噶。咁啊，点解西藏冇咧？咁啊，呢个咧好多咧，呢个解释唔到，所以咧只能够引用一个常识嚟讲，就系、是、如果有灭世大洪水。只不過是猶太人他自己的祖先的地方，即是那個空間範圍。第一，他不知道世界上有發生什麼事，上有紅番，上有紅人，美洲他不知道，他又不知道歐洲大陸，歐洲都沒去過，又不知道印度，也不知道亞洲，又不知道後面有個中國，已經有文化在那裡，更不知道澳洲，但澳洲有很古老的文化，有成萬年的文化，四萬元的文化，非洲都有，但是呢完全是不提及的。咁咧呢個咧就係、是、睇到咧，佢係一個當地就係嗰度地方嘅文化同埋佢哋嘅神話。咁、所以咧呢個咧亦係一個而家好理性嘅睇法咧，睇呢、這個所謂洪水啊，佢細洪水呢件事。同埋佢就算洪水咧。即系挪亚呢一样嘢，都唔就算到咗比较后期咧，都唔系纯粹系犹太人嘅嗰个传说啊，或者系相信嗰样嘢啊嘛。后来嘅呢个伊斯兰啊兴起嘅时候，佢哋咧挪亚咧，即系中文啊，系啊，呢个古兰经，佢嘅最标准就系古兰经入面嘅老哈，老哈就系佢啦，就系佢啦，一样系有方舟啊、洪水啊呢啲嘢噶嘛。呢度有得解话，点解咧？因为伊斯兰咧系后于犹太教噶嘛，系啦，其中好明佢自己都承认嘅，佢有好多同阿次官讲过，所以宗教发展史学观一样，系啊，一样喺佢发展嘅过程当中吸收咗其他宗教嘅观念啊、材料啊，去成为自己嘅一部分噶嘛。系咯，而佢最主要其实。就是、抄猶太人，係嘅，猶太肯定係嘅，因為咧，佢自己都承認呢樣嘢㗎，嚇，即係咁，所以耶穌基督都係可能經常出現㗎嘛，佢其中一個先知，其中一個先知叫以撒，啊以撒，啊其中一個先知，阿伯拉罕咧就叫易卜拉欣，卜拉欣就係佢哋祖先，祖先，而且係佢嗰個天房啊，嗰個石係易卜拉欣去奠基㗎，所以個地位非常之高，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其實。宗教進化史有很多人可以發覺，那個 DNA 很類似。所以如果我們說伊斯蘭基本上都是參照了這個猶太的歷史觀材料來形成自己的歷史觀和自己的宗教材料的話，同樣道理都必然發生過。在猶太民族形成他的宗教觀和歷史觀的時候，也都不可能離開他的時間空間裡面的經驗，一定吸收了別人的東西。所以為什麼次官開頭已經踢爆，不要踢爆，就提起大家，提醒大家亞述人當時在這個即新月玉土，即中東這個地方那個歷史素材，而那些記錄是清清楚留下低的時候，可以互相印證是之前已經有這個歷史記載在這裡，而後來猶太民族吸收了成為他自己所以神圣嘅圣经嘅一部分系咁嚟。咁你倒转咧，有牧师喺新加坡牧师喺圣圈嘅咧，我睇过佢本书咧《重产》，佢冇发展唔承认呢、這个泥板嘅历史。系啊系啊，考古嚟噶嘛。佢倒转讲，倒转讲，就算系考古历史，但系都系挪亚方舟嘅故事行先。即是他抄挪亚方舟先，他抄挪亚方舟先。咁但系咧，冇啲时间，唔系时间，系原来嗰个成书唔系好似而家揾得到个成书个年份，哦，系更早系口传嘅。我觉得口传呢个系咁咧，我咧历史通常都口传再变成文字噶嘛，正常嘅呢个。咁但系问题咧，奇妙在咩咧？奇妙在咧，全个故事都系一模一样嘅小节，就净系争啲少少好细嘅小节，譬如乌鸦定系白鸽，咁啊已经系争个点都系。最先揾到夹板枝翻嚟，系啦，放咗个夹白鸽定乌鸦，系啊，咁所以咧，不都有放啲雀仔出去，呢个紧要。细节系有唔同嘅，细节有包括古兰经入面讲啦，即系圣经入面讲啊，旧阿伯拉罕系将以撒。个仔献祭啊嘛，古兰经入面咧系将以实玛尼献祭，因为以实玛尼系阿拉伯人祖先啊嘛，以撒系犹太人祖先，即系两个仔，系啦，大仔咧就因为系侍女所生，小三侍女，侍女咧就系和个正室，为咗自己冇细路仔，就同个丈夫立咗个小三或者二奶，
咁佢出世早啲，佢系大佬嚟嘅，系啦。而咧到99岁咧，然后佢阿妈咧就喺又系传说啦，就有三个使者嚟到讲俾阿巴拉罕听，将来你会太太受孕，生个仔，传咗你个点血脉啦。呢件事咧，阿巴拉罕都莫名其妙，但系帐幕后边咧。发出个笑声，咔一声笑出嚟，呢系佢太太，因为佢太太当年如果记载嗰度咧系讲佢99岁，佢自己都笑上嚟。系嗰阵时应该咁，佢太太如果圣经记载系撒拉就90岁，撒拉系撒拉，咁阿伯拉罕接近100岁，系仲有100岁，相差十岁，冇可能噶嘛，冇可能噶嘛，即使啊，我唔知道嗰阵时。人的构造是怎样的、但用现在的常识是很夸张的。这个呢在我们笑话界呢就这个是全世界第一个笑话。第一个云笑话。人问你哪个是全世界第一个笑话这个。就是三个使者讲给你听你90岁的女人都生得。生得。咁那晚呢就劳动到阿巴拉罕了。他真的受这个指示。不话是话另外吊返转头讲不讲宗教历史这样的吊返转头讲点解的而且确地中海沿岸那里呢咁多关于共同都有所谓大洪水这个记载亦都科学上是确认到的。除了始观讲黑海那个单一事件之外点解会是大约7000年呢或者点解大约6000-7000年呢是有原因的。其实现在这些地理学家呢发掘返那个即是环境出来呢就大概上一次冰河期结束呢冰河期啊结束了大约是10000年前。一万年前没错。大约10000年前但当时就不是大洪水的嘛。冰河时期大家记得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北方大部分水结冰然后就南方的水会下降的嘛。那就当时中东尤其是例如包括了你那个黑海也好所以地中海也好呢基本上水位都是相当低的。而去到大约10000年前这个冰河期结束之后呢就开始了一个所谓临界点的变化就累积了啲冰雪开始融是啊是啊但是就不是真的融晒的嘛融在哪里例如说好像黑海那些湖内陆湖洼地低的地方就累积了很多水在这里而亦都冰也不是即时融晒有所谓冰墙在这里冰和石即有些冰河这样结硬晒在这里也不是即时融的嘛临界点玩法是怎样就是这些冰墙好像长城一样就大约去到7000年前左右自开始崩塌崩围了崩围了崩围了下一个人做乜家伙在北美地区呢同样发现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加拿大边界那里现在大湖地区大湖形成呢都是类似了个所谓冰墙崩溃的情况出现了而崩溃呢就不像以前融雪那么简单融雪大家领教过通常春天融雪咪少少啊即是水浸流翻出嚟啊是啊但冰墙那个崩溃呢就不是这么简单一件事你是讲几百米的冰墙拱住了一个内陆湖几亿立方米的水大陆叫掩塞湖掩塞湖在那里一大型的时候大超巨型你想想在那个情况开始崩堤会发生什么事呢即是等于原子弹这样的声落下来砰一声涌出来美国那个即是崩墙那个影响呢就整个中南地区就发现了很多漂流的巨石的。是啊现在都仲有。巨石来的即是那个 balance, 整个地面。现在人就问了。刮到石头都出来了。现在问啲人说就是为什么会在平原度有这么多巨石呢为什么北方应该有南方出来就冲出来为什么冲出来呢就是那个冰墙崩堤那下嘢就令到几千年累积融了的冰河期的水一次过冲出来。兼携带咗咧，好大杀伤力噶，泥石啊，好多石啊，乜嘢嘢，而将啲石可能变成石碎，有可能坚强嘅金刚石咧，金刚咁样嘅石咧，火成岩咧，都俾佢咧一路冲带佢出嚟，冲咗出嚟，南部嘅一路向下，咁所以变咗点解就系话中东即系而家即系啊新月沃土嗰带。你睇個水流流向，你就知咩事啦。當北方個冰牆一崩嘅時候咧，你向南嗰啲水即係水塘，即係排洪一樣，就衝翻同一個地方咯。咁所以點解就係中東
即係近似嘅文化，都有類似我哋叫歷史印記啊，未必一定係文字啊嘛。次官冇講錯呢樣嘢，通常即係民族歷史咧，先有口傳，係啊，然之後形成文字整理好，即係上文下理嘅講得到古仔啦，咁就變成形成一個故事出嚟嘅。但係先民走難嘅時候咧，佢個個都笑走難走洪水，肯定係噶啦。即係共同記憶係點嚟？就其中一個科學解釋就係話，當時係發生件咁嘅事，成個地區有類似嘅情況。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可能真係唔係淨係羅亞單嘢，亦都唔係淨係 Gilgamesh， 即係亞述人嗰單嘢，好多可能唔同嘅歷史傳說類似嘅嘢。問題是否等於真係有個所謂神情佛人要大洪水滅世，未必同一樣嘢啦。呢個就係不過咧，你頭先講一樣嘢咧，其實而家都有啲例子可以參考嘅。因為而家嗰個氣候暖化咧，喺南北極好多時咧就出現一啲巨型冰山嘅某一部分崩解咗落嚟。跌落海嘅嗰一刻，即係有啲科學家或者勘測船見到咧，就出現喺附近嘅海個水位升高，即係抌一大嚿冰，一個小型海嘯，連隻船都可以拋嘅。係啊，會㗎。咁咧，嗰陣時你所講嘅嗰啲大冰牆崩落嚟嘅時候咧，就唔知係呢啲嘅幾多千萬倍㗎，萬倍㗎啦，係啦。但而家即使形成嗰種可能都係好犀利，計量係計得到噶嘛？即係話你成嚿冰，成個冰山插水插落去，幾十萬噸嘅冰抌落水，你會發生咩事就咁解咯。同埋咧，點解你話嗰陣時嗰、那個即係你個新月沃土，即係美索不達米亞嗰度嘅先民嘅共同記憶，一佢哋當時多數嘅人就真係喺兩河流域嘅新月沃土聚居，其他地方因為佢太過貧瘠咧，就根本形成唔到聚居嘅群落，或者有都好少，好零星。係啊，所以形成到一個聚居群落，甚至有國家初形嘅時候咧，啊就變咗係共一個大災難嚟嘅時候咧，就大家一齊攬住都有共同嘅記憶啦。係啦，呢個咧就係咧而家泥版記嘅活世洪水，同埋咧聖經所記嘅啲猶太人攞咗呢啲故事出嚟咧，轉化嘅一個咧神話故事。呢神話故事咧，我哋唔能夠單純咧從呢、這個現象嚟睇佢，佢裏邊一定含有意思嘅。我哋話咧，所有神話本身咧，賦予一個意思。係啦，唔係神話係唔需要，係唔會傳落嚟嘅。因為佢係一個文化嘅始祖嚟嘅，文化最早嗰個起跑線啊。係啦，而家話起跑線個藍圖就咁。藍圖咁嚟，咁其實後邊個宗教啊文化全部係跟呢個神話嚟決定，嚟使到佢有方向。咁呢個好明顯咧，就睇到一個咧，對於一个自然的力量，或者对于一个人类想没法子想象到的力量，他们最后呢都归附到一个呢神，这个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大草哥、这个哥字就用大草写，是创世者。那这个大草哥呢，他有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人格的性格的，有个 will 添，唔止有个意志，有意志嘅，系一个意志嘅实体嚟嘅，有乜有人格？而咧，我相信咧，如果最初嘅人类集居之后，成为一个初型社会咧，必定有好多罪恶啊。會產生正常，這個是正常的，一定啊，到現在都是，現在都是啦，有人的地方有麻煩，有利益的分配不均，很多問題，有仇恨，很多東西出現，所以呢，你說是不是罪惡呢？那些，我認為都是，一定有罪惡，而呢，怎樣樣將它兩樣東西勾埋呢，就是因为一个惩罚了。这个惩罚的意识呢，就差不多合理解释了。解释了。天然，中国人的天然。天然。天然，没错。所以呢，无论全世界的民族，或者呢各地的传说里面呢，天然呢，就是这个有意志有人格的这个实体，必定有一个责任是要谴责惩罚一啲里边咧，呢啲社会上宗教的而且确系有一个特色喺度嘅，即系佢要俾一个道德规范嘅社会去跟啊嘛。系啊，如果你冇一个所谓奖惩制度的话咧，你唔会跟嘅，唔会跟嘅。同埋咧，一定咧使到佢系能够有一个神圣光辉，你必定有一个无限力量。呢个力量咧系两种嚟得嘅，得嚟嘅啫。韩非子已经讲咗噶啦，一个叫想，一个叫佛。系啦，想咧就而家我哋成日讲话
神有神恩庇护，会赐福，会上天堂。这个野教嘅讲法，而家多数讲呢样啦，唔讲咁复杂，上天堂简单得噶。但系咧系想同佛，佛咧就而家佛地狱。但系当时咧，我认为喺呢、這个。神话里面会赋予了一个严重的惩罚，这个惩罚就是滅世，即不用等你死都已经言难有报了。所以它叫滅世洪水。滅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这个实体，这个人格神的实体，是要将你那些人罪人全部掠晒，即是给得你的可以掠得回，这个最至高无上的权利。后来呢他后悔，他后悔做人嘛，上帝他这个在写圣经的时候说他后悔做人，但是后来呢亦后悔用了这个洪水呢去惩罚杀了人，他觉得取回他的性命，就算是他做创造的都不对，所以呢他就做了一条彩虹出来契约，他说一个契约，一个这个亦是后来呢西方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因为呢契约精神呢就是及以后呢一路下来都是整个西方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 element。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来的，的确是耶教可能犹太人民族性他们经商民族里面对契约或承诺这样很看重的。但好过瘾的，阿杨可以即系纠正我，如果我冇记错，其他文化冇咁明确讲呢样嘢㗎，即系人居然可以同神立约，立约仲可以唔违约，神要受到自己嘅承诺嘅捆绑，佢自己都要守约，佢自己要守约。呢样变咗所谓法治嘅概念，西方嗰个所谓佢系所谓启动嗰个点咧，有好多人就系话呢一下嘢就系挪亚同上帝嗰个契约，而嗰个契约系用一条天虹嚟确认咗，然之后上帝都唔可以违约。嗱呢个就好神啦，好多文化系冇呢样嘢，即系神唔会同人对等啊嘛。他说不用洪水滅世，他没有说我不用火啊，火后来征了。你看启示录呢真是没有洪水滅世，全部是火，战火又好，天火又好，火山爆发什么好，是以火为主，不见有洪水。不用呢，罗德那个故事呢，所多玛俄摩拉都是用火，天火火呢，这个呢如果用现代观念讲呢，这个呢跟火山爆发呢有很大关系，这个呢今天不再讲了，没错没错，不知讲火了，今次讲这个罗亚方舟先，所以就奇怪在呢，而家好有时这些耶教团体是异端又好，是正统又好，成日讲哇乜乜越世，你睇下南亚海啸么么，喂你睇下圣经啦，点会用洪水滅世？讲咗唔会，以后唔会用，系咯，唉，除非上帝又释法嘅啫，上帝唔会释法啦。咁啊唔系释法，上帝唔释法，不过咧香港有好多神职人员自己去释法咯，佢去解释。喂，2011年啊，真系有个。啊、叫做襄阳水教派呢，同啲同啲会众讲，系啦，石安派叫人话，哎，有大灾难，大家要去避洪水等等，所以咧就大家收拾细软，上大帽山嗰度避。大帽山点避啊？300米，唔好玩我。佢嗰度咁个大帽山系957米，但系咧。香港因为上面是禁区，最高点可以去一般人可以去到的地方就910几嘅啫。咁咧就真系大抽一抽鱼楞，家爷仔真系信咯，真系信，成扎用埋包埋车上晒，哇！咁咧有记者咧就收到风，就扮教徒啊，混入去入面睇下佢哋班友咁，哇！喺又公仔面啦，吓凉水啦，仲有皮，仲有衣服细软等等，拖男带女，俾洪水惩罚，避系啦，避呢个末世灾难。咁末世灾难，人都知道佢梗系讲洪水啦。如果唔系你走上山做乜鬼啊？避洪水，结果咧就冇事，梗系冇啦，点会有？咁啊，成班人就落翻山，都冇人话。咁啊，仍然咧好多人信紧呢个教嘅，村民都仲信，村民继续信。喂，佢唔系信教，亦唔系信神啊嘛，佢信紧个教主啫嘛，教主讲乜都得。就得噶咯，即系今次啊实弹演习嘅啫，就唔系真系洪水嚟噶，试下你个忠心。仲有我都解到啦呢啲。仲有一个心理，我哋上次都讲咗咧，一个咧叫宁可信其有，莫可信其无啊。如果万一亿万一
里面是真的怎算呢、嗯嗯、我的人是稳阵的嘛、嗯、到时没就落回来了没事。南航都有咯，南航经常去咯，我都有啊。南航那些、新教呢是新教天主教东正教都不承认的、嗯、那些 文牧师那些呢 是任他噏的牧师来的，即是好像刚才我讲的双氧水教派呢、嗯、又是不承认的，都香港一般教会都视他为异端的、嗯啊、不承认的，都不承认他，都有人信的嘛，有人信就得了，有人信的，你的世界不用担心，有人信那个人，有人信的，有人信那个人，飞碟白飞碟教都有人信的，好过人的。是的，好了，我们其实其后呢就想了一个问题，今天我上楼梯的时候跟杨先生都谈、嗯、既然现在我们呢发展到一个现在、手机时代、啊嗯已经呢人呢是可以获得任何资讯、嗯、任何东西呢都很容易得到的、嗯、或者一个理性时代，一个科学时代、嗯、为什么呢还有人甘心情愿对呢啲咁样样嘅传说，仲信到为真呢？咁你点讲啊？阿次官讲嘅，冇同我讲啊？唔系我，唔系嗰次我哋啱讲嘅，问我哋，佢话呢个题目讲啦，呢个题目一阵即系我自己睇法咧，其实就真系同回复翻头先讲嗰句，佢哋唔系信神，亦唔系信呢个一个宗教，系信紧一个教主。佢人嘅内心就系、是，总之就系想。想相信一些東西，找一個權威去倚靠，而一個權威在建立了之後或者建立的過程當中呢就樹立了自己，而將自己歸埋嚟身邊的那些教到你們只是信不要問、嗯、只要你們保持一個愚昧和信服呢、啊、那就 OK 了、嗯、但另一個科學解釋、啊、我傾向相信此觀那件事就係話，其實乜都有人信噶，比例問題啫嘛。咁啊係，真噶，你人夠多嘅時候，你百分之一都已經好多人啦，明唔明啊？即係所謂呢啲所謂唔好話野狐事咁啦，以前都有講呢個講法嘅，即係所謂異端也好，乜都好啦，任何宗教都好，任何信仰都好，只要佢有一定基礎嘅信徒，佢就自己繼續喺度自我營運噶啦。即係佢自我營運啦。利用咗呢一個乜都有人信嘅呢個人性弱點，我只要納到呢扎人埋身，咁我咪可以做個教主。就可以做教主啊！咁佢自己會營運噶啦嘛，好過人家啫。因為人咧始終咧係喺個社會度生存咧，一定咧係再遭受到咧好多問題，好多麻煩嘅。即係我哋所理解嘅正常，因為我哋係正常人所理解嘅正常，但係有好多人所理解嘅正常唔係我哋理解嘅正常。例如話佢係弱勢啦，例如話佢本身係我哋叫 social path， 即係可能係呢啲較為反主流嘅心理啦，乜人都有噶。咁所以例如話有啲人受咗特別大嘅挫折啊，好失意啊，或者係好似阿楊話啫，想揾啲嘢信，其實乜人都有噶。咁所以點解就係話你當你有一個所謂我哋嘅 critical mass 啊，即係嗰個所謂臨界點嘅夠一個所謂組織成形之後咧，組織自己就會正為咗要確保自己繼續存在咧，佢做好多嘢噶嘛。最神奇咧就我哋唔講基督宗教先算，其他宗教都有噶嘛。例如十幾廿年前點解有一個好古靈精怪叫做青龍教，記得喺啲女信徒要去賣淫嚟貢獻俾教主，要貢獻俾教主去養活你個教都有噶，有人中啊，有噶。咁所以其實我哋唔好話覺得咩大驚小怪，而係呢個即係科學嚟睇正常噶，即係我哋所謂正常意思就係你不能撇除兩種極端噶嘛，係正常喺中間咁解，所以叫最大多數人啫。係大多數人都係好少數人噶，你少數到點少都好啊，都係一扎人噶，有人，只要你嗰扎人。是足夠多，足夠地多相對啦，例如幾十、一百先算啦、你已經是一個小團體，你已經可以自己養活自己，自己營運噶咯喎。咁你講乜，你自己有肯聽就得噶啦，冇所謂噶。係，咁所以咧喺中古嘅時候咧、一路由羅馬統一做咗盟主啊、歐洲盟主一路至到中世紀咧、同歐洲發展到咧、一個黑暗時代。啲、人咧，大家都講咩叫黑暗時代？即係黑暗，黑暗咧就是政教合一的黑暗，这个呢黑暗就是只有个宗教这个领袖、或者他的代办人讲的东西、然后只是真、其他呢都是假、都是不能够信任、都是不能够遵守、我一路来想这个问题呢就是原来他真的有联姻、刚才好像你说、如果有些人是反叛的、是想了一些东西出来是不同的呢
咁咧百花齐放咧就做死佢，搞死佢。因为佢统一唔到意识形态，统一唔到嘅意识形态。咁咧佢咧就渐渐咧可能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系、一个人怀疑得就个个都怀疑得噶啦。冇错，咁啊真系成个宗教咧会 collapse。会冧即神权呢样嘢就会散啦，系冧噶啦，同埋借神权揾食嘅啫，借神权揾食呢句再准确少少。呢样嘢唔系我踢爆噶，我冇资格踢爆，系耶稣踢爆嘅，系耶稣。你睇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唔系普通一个人写噶，系好系一集嘅。耶稣嘅十二使徒之一，系个税吏嚟嘅，后来喺埃塞俄比亚殉道噶，系好伟大嘅一个人嚟噶。佢咧入面咩条啊？假冒为善的。啊！民事和法理赛人有和了，佢一卵嘴机关枪咁连续扫当时呢扎民事同法理系咩人嚟噶？就是、当时犹太社会嘅宗教领袖系啦，犹太社会嘅政教合，因为虽然罗马人统治，但系罗马人唔系直接统治，系靠翻宗教领袖去统治呢个犹太。嗱呢度咧要补充下咧，因为当时嘅犹太人咧，佢有四种唔同嘅种阶级嘅，其中咧你正话讲嗰个咧系一个最高阶级教士，佢咧系佢嘅身份咧係祭司，祭司者咧就巴閉啦，唯有佢至能夠去祭祀，同埋如果個神要吩咐嘢咧，即係佢唯一嘅代理啦，通過佢把口講出嚟先，獨家代理，代理別冇分家。咁啲人咧，人民咧就信佢，因為佢有一個神嘅神性嘅阴影咧喺后边，系佢神权就呢样嘢啊嘛，神权就呢样嘢啊嘛。你话佢呃又好，唔呃又好。佢后面是有一个神秘力量，咁呢种力量咧系最罩忌几样嘢，其中一样嘢有个人自认做弥赛亚，救世者呢个咧救世者咧系啊，旧约圣经有讲过，但系冇人敢话自己弥赛亚。第二咧就唔敢话自己 I'm the king， 我系你万王之王，因为如果万王之王咧。一系就佢承认你，冇佢承认你咧，就冇可能你系万王之王，你唔系king嚟嘅。咁所以咧，呢班人咧，呢班所谓祭司，烂鬼读书人啊，烂鬼读书人，读书人咧喺以前读真系旧经嘅时候咧，啲摩西五经嘅时候咧，唔系你我嗰啲傻佬可以读，你有资格噶，系佢要祭司啊，有机会拎住嗰卷咁嘅文出嚟摊，佢有权读。系啊，即系耶稣边个有权去读？耶稣闹嘅嗰啲文士，即系有资格抄写圣经嗰班，唔系系神圣嘅先有资格做噶，唔系识字就写得噶，唔系而且唔识字添，嗰啲人系多数唔识字，多数唔识字噶嘛，点可以做啊？咁同埋咧，你睇下耶稣呢个改革咧，喺犹太季嗰日咧，佢班手下十二门徒，边个识字先？里面呢含冷是一些渔夫打鱼的，即是做粗工的，即是最社会最低低层的班来的，或者呢最巴闭做税吏，税吏意思是什么呢？就负责俾啲官或者嗰啲底，帮人收水咯，系帮人收水，即系罗马统系啊，罗马统治者 outsource 俾嗰啲税吏，帮我嗰个地方嗰啲犹太佬收个。有钱，不过佢哋咧个社会地位极低，好低，等同妓女噶，黑人憎，黑人憎啊嘛，因为咧所有啲人咧，所有嘅同胞都憎佢，系，因为佢帮手同呢个殖民主义者，或者呢个宗主国，嚟欺负自己人，咁啊黑人憎啊嘛，啲即系中文就叫汉奸噶啦，佢比汉奸仲严重，仲严重，佢系帮外邦人欺压我神嘅选民，即系佢喺宗教上嘅不洁啊，系啊，仲大镬过汉奸啊，仲大镬过汉奸，所以呢班佢当时系同妓女等同嘅个地位，啊响当时嗰啲宗教领袖眼中系不可接触者，唔得进步噶。所以咧，要掠耶稣咧，有个原因嘅，因为咧，你慢慢咧会聚集咗一扎咧咁嘅反动，即系异见分子，兼反动，兼反动。因为当年咧有一个组织，呢组织咧已经民间酝酿咗，准备作反噶啦，带刀噶啦。西门咧，佢哋十二门徒，粉锐党，粉锐党，佢西门就系粉锐党嘅党徒。已经是一个咧准备作反的团体，揸刀揸枪嘅，唔系讲少嘅，系同你练过嘅。咁呢个
由罗马帝国派出嚟治你哋以华治华、嗯、以犹治犹嘅希律王。嗯哼，佢脚软啊，佢真系脚软嘅。佢祭司同佢讲两讲，佢更加脚软。你记得咧，希律王。而家如果你耶路撒冷咧，就睇到佢嘅宫殿啊，喺、嗯、个山上嗰个堡垒啊嘛，佢、嗯、自己专登起个堡垒，围住自己系唔能够打入去噶嘛，卒之俾罗马兵打入去。咁、嗯嗯、所以希律嗰时耶稣出世嘅时候，为咗甩晒佢，杀咗佢。个三博士唔理，唉、嗯，将成个百里行两岁以下男婴甩晒，甩晒。系、嗯、啊，咁当时。后来钉死耶稣嗰个咧，其实就希律死咗啦。当时系比拉多，比拉多就想放耶稣，喂，揾唔到个罪嘛。真正罗马总督啊嘛，系啦，罗马人想放巡抚、那個、想放佢，但真正想钉死耶稣，系啊，逼佢钉死耶稣嘅系大祭司该亚法为首嘅嗰班宗教领袖啊。该亚法咧就话无论如何都要叻咗呢个人，嗯、但系咧嗱呢、這个又反映一个民主政制咧嘅。嘅丑陋嘅面，嗯，反正未必好嘅喎。又、呢个故事里边有一个好丑陋嘅一幕，佢、曾经问过，而家有两个人喺呢个约押里边，嗯，一个咧大盗，巴拉巴，呢个咧喺当时咧就闻名远近，而家捉咗翻嚟，恶名昭彰啊，系啦，一个咧就系耶稣，耶稣，咁问啲群众。俾你拣，甩边个？有是但放一个，是但放一个，摆明即系想，系你哋最好掠巴拉巴啦，耶稣放啦，比拉多就系咁谂咯。谂住，点知你班理性噶嘛？佢谂住呢班有理性，点知啲人话要，即系我俾你选唔选特朗普啊？要掠，要掠耶稣啊！几阴功，只有咧玛利亚同埋佢嗰班门徒咧、都唔敢出声啊、只有好细声，俾嗰班人咧冚住，即系话当年投票咧。是投输了的，即是你公投，公投投输了。这里有些人性呢，跟这个50年代斗地主的时候，大家来个公审大会，是不是应该拿个地主去打靶？是，哇，大民主，一呼百应，跟着打靶是很符合民意的，是啊，就是类似，即是人性呢，是，即是2000年2000年没有大分别，没有大分别，东西方都没有。而且那个还有一个很无人性的，现象，就是右派是要交 quota 的，quota 意思就是我这条村就要交譬如50个，那就找来找得49个而已，砌一个，砌一个来咯，求其砌一个，那个死得冤枉，不要紧，为革命牺牲那个，是的，但是我牺牲小我，一般右派，一般那时候说 5% 嘛，每个单位抽 5%， 我们全部，我们这里都抽5%，中的啦，实抽中，实中的，四个要抽一个起码，所以呢，耶稣都是这样死，他这个死法呢，他十字架死法呢，根据当时的罗马法呢，这个呢，罗马人是不用这样死的，只有呢，是佢嘅下邊嘅殖民嘅人，或者佢嗰啲粟民，就會用呢個方法嚟到煮死。其實呢個煮死咧，係用你個體重啊。而家啲人研究翻出嚟咧，係罪啊，一路罪，罪係咧唔係因為你嘅手釘十字架嗰度手腳唔能夠支持你啊，你個肺漸漸啊墜落嘅時候咧，你係呼吸唔到，係窒息而死。但係個時間長啦，係時間長，有排有排捱啦。佢专登用呢种方法咧嚟惩罚，尤其嗰啲如果要反叛罗马帝国嘅，系啦，呢啲啊，所谓嗰啲咁嘅人流嘅人，啊，犀利！点解要公开呢？好简单，杀一儆百。系啊，最啱啱你又谂起最大规模嘅一次钉十字架咧，就系呢个公元73年嘅时候啊，系斯巴达克起义，斯巴达克起义真全部杀晒。他是钉将6000个斯巴达克的反叛奴隶钉晒十字架、由这个他们反叛的基地开始 Capua 一路钉到去罗马，钉罗马，哇，沿途沿途就要被经过的人反叛我的奴隶，就是这样下场，就这样死、耶稣也是一个经过、这个也是呢当年在、蒙古人杀去欧洲的时候呢、因为呢有时打仗是很辛苦的、
如果你是发挥投降呢，他没什么屠城。如果不是你反抗呢，他捉了你的人成屠城之后呢，他就将你那些人一个个杀了之后呢吊出来。吊出来被人看到呢，你是被人掠了个头挂在那里。那等后面的人不战而惊。不战而惊。即是等于现在的恐怖分子一样的。绝对恐怖分子。恐怖分是吧，这个呢亦是一个嗰陣时嘅处理。咁跟住呢到咗十四世纪嘅时候呢，呢、这个吸血鬼嘅祖师呢、这个 Dracula, 呢、这个 Count Dracula, 佢捉咗嗰啲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嘅战俘、或者佢走嘅。同佢对抗㗎啦，总之就。或者佢自己里面嘅逃兵。佢都係用呢個咁樣嘅 inflator， 佢就係用一支棍棟起，篤住佢，好似串燒咁樣，一個個棟起，咁啊非常血腥，咁樣等你班友驚啊！呢樣嘢咧嚟到中國咧就變咗另外一個名好聽嘅名稱啦喎，莫言嗰本書寫嘅，叫做《檀香刑》啦。就係講緊呢樣，中國仲多呢啲啦，中國更加多花款啦。中國更加多花款，所以變咗阿恥官講嘅黑暗時代咧，就係人類實在嘅靈魂有幾黑暗咧，就真係顯示曬出嚟啦。其實就即係你耶穌睇得好清楚，就係宗教領袖咧係牽涉到人嘅心靈。宗教領袖一腐敗咧，嚇最容易荼毒人心啊嘛。所以佢啄親咧，佢唔係話社會上一啲反夫走卒嗰啲都有犯罪，但係佢哋係寬恕嘅。但係咧宗教領袖佢係公开不断闹呢一班友，咁所以变咗就系好过瘾一样。啱头先已经讲咗个彩虹嗰样嘢啦，咁所以西方文明里面啲元素咧就好过瘾噶。东方唔一定明白，即系我哋个文化背景有可能系唔明点解嘅。例如点解居然创造世界嗰个无上嘅神会俾自己绑翻住先？自己到咧承诺系咁紧要一样嘢，即系法治嘅概念。第二样嘢咧就系头先阿始官提咗。经历过黑暗时代嗰种黑暗神权排斥异己嗰样嘢之后咧，血腥嗰种血腥之后咧，佢哋所理解嗰个所谓民主又好点都好咧，你唔系咁一面倒噶。点解佢话一定系要兼容，一定系容许你发声，因为一定要有言论自由系有原因嘅。佢领教过晒啊嘛，死得惨多啊，见得太多，咁所以变咗就佢哋累积咗啲经验，佢哋而家所谓嗰个社会文明嘅秩序点嚟嘅咧，就唔系单一句所谓民主概括得晒，千祈唔好咁简单用民主。系唔系民主咁样？当中佢哋买咗好多教训，交咗好多学费，死咗好多人，过咗好多好惨日子，好多冤枉，然之后先累积成呢一种所谓社会观嗰、那个价值观，就唔系一句所谓西方乜乜民主、唔系咩普世价值可以喺呢个即系笼统讲。Enlightenment 即呢个咧叫启蒙之后啦，冇错。启蒙时代啲人咧开始咧可以考虑反省、究竟我哋呢个社会应该点样样生存咧、人同人之间点样样可以共同咧？再经过除咗即系嗰个启蒙运动之后咧，你另外仲有就系开始挑战你传统嗰个宇宙观啦，即系地球绕日说啊嗰下嘢咧，科学家嘅发现。呢个之前咧，知识啊，所有知识咧，一定有 reasoning。我哋叫咧理性主义，佢如果冇理性咧，冇 reasoning 咧，你后边咧就唔能够建立喺后面。冇，后边建立唔起噶。咩叫做民主？咩叫做平等？咩叫做自由？因为全部呢啲咧都系从理性出发。系冇理性咧，人咧。是等于禽兽嘅啫，佢我中意点就点。咁所以点解佢哋咁抗拒你集权啊？有原因噶嘛？即系等于你个宗教观，佢比较你个宗教观，你嗰个即系所谓强权、稳定，你所理解嗰啲所谓法治嘅，对佢嚟讲就系毒药嚟噶啦嘛？明唔明啊？咁所以变咗呢啲嘢唔系好笼统、好简单。但系阿超官就冇讲错啦。如果你冇咗个所谓启蒙或者理性嗰种药剂，自己。嘅即係自律的話咧，你好難推出其他嘢㗎，係做唔到埋㗎根本。我唔同你講理性，我有我浪禮。係啦，你頭先講開方舟就類似呢樣。啊，類似啊，係啦。我總之我要相信，係咪佢感動？我睇完我好感動，覺得好感動。感動就係一種好主觀㗎，一種主觀嘅感情嚟嘅啫。咁你入面講咩碳十四啦？你講下呢個考古到底應該符合啲咩史咧？係啊，符考古或者歷史要符合啲咩條件先可以證明嗰只係定唔係方舟？佢哋唔諗呢一樣。諗啦，但當你一旦你次官話，我認為佢咁做唔啱。
哇，那个因为受到感动而兴奋到不得了，觉得受伤害，你不单止伤害我吧，你是侮辱紧神啊！你将佢上纲上线，系可以上，系魔鬼嘅试探乜乜？哇，大佬，喂，我都领教过呢啲。系你证明唔到啫，你点样可以证明到咧？咁即系问到一个咁样嘅方问。系啊，嗰阵时系好多用呢种逻辑嚟到维护翻嗰个方舟嘅嗰个宣传噶嘛。啊，你证明唔到佢系假咁。喂，咁我话我话呢一只系碗啊，你凭乜嘢证明呢一只叫做？呢一隻唔係碗先，係啊！咁你要證明，即係我亂噏嘢，跟住你要證明翻我嗰啲嘢係亂噏，唔係咁樣噶嘛？對，違反理性嘅就咁簡單啦。似乎話齋，你冇咗個理性嘅前提條件，推唔到出嚟啦。啲人咧，如果到咗而家咧，都唔識珍惜。原来人呢同动物嘅唔同呢，就係佢理性多啲。相差甚少。你鬼都动物都有理性嘅，唔係冇嘅。但呢人呢万物之灵，佢嘅理性比较。个层次再高啲。层次高啲，同埋佢更加複雜。但唔識利用呢，你仍然去返你。禽兽水平。咁你禽兽水平啦。不过都公道啲讲返，我哋唔係话反任何宗教。唔係，亦都唔係反任何神。我哋都公道返讲句，喺当时好多有理性和有良心有知识的基督徒呢是大力质疑这件事。啊，这件事最多了。而且甚至是公开联署要求这个这样的影音使团交代一些他们的疑问。没错，没错。是吧？而他们是用很多很合理的理据和很尊重信仰的立场底下去反驳的。是啊，没错。这些才是真真正正应该。教徒的责任，所以一定要一个理性维护，这个很重要。好，今天差不多，下周再会。好，就是这样吧，再见。